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Dan. 目前当兵的彭昌川等成员仅在军队内被护理官私生饭打扰的事情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该消息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根据媒体报道，第28团干部20代中尉A某在今年1月曾开车30分钟从位于B市的西部队前往彭昌川等成员仅所在的部队。据了解，A某与仅所在部队的护理官有着私人交情，事先讲好后，从下午1点半到3点半在新兵教育大队的医务室给仅接种了疫苗。之后，A某返回自己所在部队后，还曾跟周围的人分享当时的回忆，说仅觉得好痛呢。 因为A某当时离岗并没有向上级报告，未经许可离开工作地点，违反了军事法第79条，将会被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罚款。而除了擅自离岗之外，A某私下还将自己部队的药品带到B某部队，涉嫌药物外泄的罪名。对此，A某所在的部队的中校表示，通过监察，我们确认了部分指控，但是当事人否认了几项事情，目前法务部还正在进行调查，将会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惩罚。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只是离开岗位也是很惊悚的跟踪狂，竟然还做了医疗行为。 是吧？到底在干嘛？士兵们完全暴露在犯罪中了，这个不是死刑，是跟踪狂，是关心种子，太惊悚了。欺负服兵役的人的方法也好多啊！我刚去国防部请愿了，这疯子竟然是军干部，是不是疯了？本来想要隐藏，被爆料了，所以才说惩罚。军队怎么每次都是这个样？我也去请愿了，不只是旁探。对其他军人也是很危险的。虽然说是喜欢，所以这样做了，但如果是相反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是希望他能在军队好好生活。想到他会知道看到新闻后伤心的粉丝们就更伤心啊！这护理官。 如果是不怀好意的话，这后果真的是不敢想象。目前韩国粉丝们都在集体向国防部请愿抗议，真的希望能好好处理这件事情，保护好所有士兵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月份韩剧热门话题影响力排行前10名，10位《비밀의 여자》， 내가 오늘 얼마나 기다린지 알아? 9位 조선 변호사， 8位 패밀리， 7位 진짜가 나타났다， 네 아니면 누구인데 이 사람， 6位 어쩌다 마주친 그대， 5位 종이달， 4位 나쁜 엄마， 3位 구미호전， 2位 낭만 닥터 김사부 3， 2位 닥터 차정수. 미쳤어? 병원에서 아는 척하지 마.